防撞栏被撞到变形，成架车向右翻侧。星期日夜晚10点几，一架挂住 P 牌嘅七人车沿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往丽平路方向行驶，驶到近大学道嗰阵铲上路中石驳，撞向灯柱之后翻侧。26岁嘅女司机一度被困，随后自行爬出车厢，佢头部轻伤清醒送院，警方正调查紧案件。据了解，有人报称一时分心，不慎扭咗太铲上石驳，